自《爸爸去哪儿4》播出以来，阿拉蕾凭借萌爆的颜值和信手拈来的金句，让人直呼真是催生女儿系列。阿拉蕾小大人的模样中又透露着属于小朋友的可爱，人气丝毫不输娱乐圈中的一线女星。5月14日，迪奥官网晒出一组阿拉蕾的近照，阿拉蕾携手营救汪星人去戛纳电影节，是戛纳年纪最小的嘉宾，白色连衣裙梦幻甜美，与浪漫海边宛如童话公主般可爱灵动。阿拉蕾正式被大家接触并认识，是因为《爸爸去哪儿》节目中她乖巧懂事，有着超乎年龄的通情达理，聪明机灵的她时不时金句百出，把大家逗得合不拢嘴。然而看似风光无限的她，却连正常人的童年都不曾有过。在《爸爸去哪儿》爆红以后，阿拉蕾片约不断，她一刻也不敢停息，甚至连最危险的吊威亚他都只能硬着头皮上。阿拉蕾不仅要忍住害怕，还要伸手跟大家打招呼，装作很可爱的样子，看着就让人心疼啊。